享受自己，坐上飞机游世界各地，高空飞行别掉以轻心，安全乘飞机这些别忘记，别随身携带危险物品，打火机和火柴都不行，液体与电池也有规定，重量规格一定要看清，上飞机入座摆好行李，系好安全带不要乱跳座椅，手机请千万要关机，平安落地再互相联系，遇到危险千万要镇定，听从指挥逃生一定行，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，亲朋好友来相聚，山雨水穿过风和雨，整理好行李和好心情，安全飞行是最终目的，乘飞机一下全都要注意，要提前办好乘机手续，到达后别忘记取行李，即将是小桌板要收起，就光板大概光线透明，飞行中吸烟绝对不行，每项安全措施都不能大意，有问题要及时联系，乘务人员细心帮助你，航班延误也别太着急，好的风景也在等待你，享受旅途带来的乐趣，下次飞行再相聚。